第一环就是启动我们的紧急应变措施，那就是打电话求救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执行高品质的 CPR。那第三个就是使用电击器。那 CPR 还有电击器，就是等下我们会教学的部分。那第四个部分呢，就是高级心脏救命术，那是属于 ACLS，就是我们医护人员还有消防人员弟兄要学习的。那再来就是第五个环，就是心脏停止后的照护，就是假设这病人被救起了之后做的急救后的照护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复原，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之链。按下黄色按钮，请大家都离开。电击完成，电完之后继续。如有需要，开始进行心肺复苏。四两四。